九个手机拍摄技巧，瞬间让你的照片提升另一个境界。观看次数592365次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 J Channel 发布日期2018年5月30日。手机拍摄，随着手机镜头的分辨率越来越高，镜头及编辑应用程式越来越专业，手机摄影更加受到大众的喜爱和关注。而除了手机镜头本身的硬体条件之外，摄影者的拍摄水平无疑更是制约其成像效果的重要因素。那我们要怎么用手机拍出一张好的摄影作品呢？以下就来说说最基本实用的几个要点。现在多数手机都有对焦和调明暗度的功能，手机拍摄的时候，手机对准拍摄对象，手指在荧幕上点击你要对焦的主体，正常都会以你对焦的主体准确曝光。如果觉得画面太暗，以 iPhone 为例，对焦的时候会出现一条明暗线，您可以上下拖动来调整明暗度，选择正确的曝光度。我经常看到很多摄影初学者拿起手机背对太阳替人家拍合照， PS 并没有绝对不行，也可以拍摄剪影效果，但是我觉得对方是想拍到此一游的照片，结果脸却是黑的看不清。像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要尽量顺着光线拍摄。摄影构图是非常重要的，怎样构图会让画面看起来更加协调呢？手机拍摄、拍照与任何专业设备拍摄一样，在这里主要说两个大家比较易懂通用的构图，接下来我们会有单独的教学详细讲解。首先是拍摄大场景的时候，一定要画面平稳，不能东倒西歪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看起来才会大气舒服。很多手机拍摄都有九宫格，我们可以把这项功能打开。说到九宫格，我们就来说说井字构图，也叫黄金分割或三分法则，将被摄主体放在九宫格交叉点的位置上。井字的四个交叉点就是主体的最佳位置。一般认为右上方的交叉点最为理想，其次为右下方的交叉点，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摄影就像画画，该画的才画，不要有多余的东西，也就是不要让不需要的画面入镜，这样拍出来的作品看起来才会舒服大气，不杂乱。靠得够近，动起来。想拍好的作品，有时候就是要靠得够近，但因为手机的镜头变焦系统还不是很强大，目前不太建议使用。这一集是拿了九种手机拍摄的技巧来跟大家分享。其实每一个手法都可以发挥很多很大的作品的，不妨试试看。一、引导线斜线深度。二、靠近斜线填满画面。三、低潮。四、对称。五、保持简单。六、影子。七、剪影。八、倒影斜线反射。
九，下载手机修图软件。那你通常用哪一种呢？这是我和海草舞创作者萧泉的独家访问中国最火红的大牌艺人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 这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导演汤小康的对话，马来西亚国宝级创作鬼才。影片里有链接，欢迎支持他的第二部电影《富二代》，AKA《富二代》。